大家早晨啊，咁啊，今日星期日啊，又落住雨啊，相信好多人都仲喺个棉胎入边啊，咁我就已经开始咗一日嘅工作啦，亦都 post 咗条片 ，post 咗啲相嘅，咁非常无奈啊吓，一早我就俾人顶啊，咁有啲人睇完啦，就做咗啲恶意嘅留言嘅，咁内容我就唔多讲啦。咁、真係無奈下，有時我哋做啲推廣啊，或者啲介紹啊，其實唔啱聽唔啱睇，咁唔睇咪算咯，仲要惡意留言啦、嚟攻擊你嘅，咁真係唔知咩心態啊。不過我都已經學識咗平心靜氣啊，繼續去、做我覺得係應該做嘅嘢啊，同埋我自己嘅誠意推介啊，希望大家會繼續支持我哋啦。咁我今日全日都會喺百風鳴集嘅，因為人手不足啦。咁如果想買錶嘅朋友可以去離昌鏢揾華哥嘅，如果想揾啲其他嘢嘅話，都可以過嚟尖東半島中心百風鳴集揾我嘅嚇，咁我哋會繼續為大家揾啲筍嘢啊嚇嚟推介俾大家嘅嚇，希望大家有個愉快嘅星期日啦，拜拜。